这个写86单元啊，是期末考啊。我们期末考呢，今天哈、啊、就是86单元的占40分啊。上个礼拜还有上上礼拜的哈、啊，就是讲道琼三十，道琼三十哈成分股哈、啊，我们从 Web 哈、啊、Web 读进来哈、啊。所以那个今天呢、啊，就是标题哦、啊，你就写期末考哈、啊。那我们今天要新增加的部分40分呢、啊，就是画面上看到的哈、啊，就是我们要找那个 Unicode 的对照表哈、啊，然后把那个对照表啊写在你的、部落格哈、啊，这个是要宣示你有这个 Unicode 哈、啊、这方面的知识哈 啊。另外就读取 Web 的话，等一下我们直接就嵌入哈、啊，嵌入英文叫 embed 要 embed 哈、啊。那我们这边就先写一下哈，这标题有哪些哈？我们先写上文字哈，然后再加上标注的语言哈，就 HTML 的标注语言哈。那第一列就是写了Unicode 的对照表哈。那第二列呢就是 Excel 函数哈，我们等一下 写清楚一点哈，就 Excel 函数要用 Unicode 的 UNICODE 哈。还有 UNICHA 啊，第三个标题啊，就是上一次的成果哈。上次成果的话是从 Web 读入道琼三十指数哈。那接下来呢，就给它加上标注语言，那标注语言 H1 哈，斜线 H1 是结束哈，然后 H1 呢就是开始哈，每一个都给它标注上去啊，就是那个 H1， 我说过 H1 是 HEAD 哈 ，Headline 哈。Headline 那个这个所有东西，大家学的时候都是要顺便哦学上那个英文哈、哦，像 H1 叫 headline 哈，东西一做完哈、哦，只要你有做任何东西，马上存起来，然后马上去看啊、哦，这样让第一个就是主要是要确定哦你做的都是正确哈、哦，像这出现的这个三个标题，然后呢再把它按下去哦，然后继续哈、哦。那个做编辑哈，做编辑，那我们先看到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做的成果哈，再查看这边有没有，把它的网址哈抠下来哈，抠下来，然后贴上来哈，我们就是贴上来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标注语言哈，然后这个网址哈 ，HTTPS 的网址要加上括号，那个括号就是 Enter 旁边有没有，是双引号哈 ，Quote。QUOTE 哈，然后它是 SRC 哈，今天就碰到礼拜好像梁玉杰吧，他那 SRC 又在那边写 SC 啊，所以同学大家就英文很重要，如果你英文了解知道来源是 SOURCE 哈 ，source 然后来源 SOURCE， 你就知道这个 SRC 哈。好了，前面再加上这个 iframe 哈 ，iframe 哈，宽度 WIDTH 等于100哈。然后做好之后呢，那我们就给它储存起来哈，那重新读取，哎，有了哈，果然有了哈，就是那个，哎，上个礼拜的哈，是其那个是从 Web 哈读取道琼三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做剩下两个部分，就 Unicode 的对照啊对照表哈，然后呢，我们是要截两个图哈，所以我等一下哈。要给大家看最新的示范哈，因为这个刚刚是上乙班班级哈，所以 Unicode 的那个要去 Google 哈 ，UNICODE 好，然后呢，我们是抠日本的一个网页哈，叫做好像 T 什么开头的哈，好，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去使用 Excel 啊 Excel。那 Excel 呢，我们就是要练习一些哈，了解哈字码哈，字码 CODE 哈，字码我们先打上去，字码哈，字码是 CODE， 只要那个字不用写了，然后就是 code 就可以了，这个 code 就有点像摩斯码哈，因为资讯的传递哈，全部都是靠码。好，就好像摩斯码有没有，那个什么长短长短长短停哈。啊，电脑的世界也是一样哈。好了，我们就打给它打上去哦，字码字元哈，顺便就写上一个字码哈，是16进位的表示哈。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顺便哈复习一下16进位那个表示哈。
然后呢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要截图，老师要评分，就是要确认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好，那等一下这边那个我们先从先给他那个强调好，然后就是要变粗体，按一下粗体，同时呢背景颜色给他变成比较醒目的黄色。好，那我们资源呢这边先打一下，先打一个一哈，一哈就是那个中文汉字哈，在那个 Unicode 啊，第一个是一哈，那我们呢最后一个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可以猜龙哈，龙哈，龙部首的字应该是汉字里面最后几个字哈。好，第一个呢我们就把这个字汉字的字源改成马啊，就用这个命令 UNICODE 哈，所以一的那个 code 是19968，龙的话是40845。好，我们知道40845之后，我们就从40845开始，就是40846 40847打两个字40846 40847，然后呢选择这两个字同时往下拉啊，电脑就知道你要呈现数列。好，然后呢旁边就是把这些 code 转成字源，用的命令就是 UNICHAR 哈，比如说那个40846我们就知道是这一个字哦，旁哈，然后接下来就是等等的这些字啊哈。那同时呢我们要，因为电脑习惯是二进位啊，那为了要人方便读取的话呢，就是会有二进位，就是那个每四个四个，就二的四次方是16，所以习惯上表示，如果说你用书面表示或者沟通的话，就是干嘛，你二进位就是说四个一组，那四个呢就构成了16进位。好，我们到 Google 去搜寻 Unicode Table 哈，这边要截一个图哈，我刚刚给乙班上课哈，有教他们截图哈，说要找到哈，那我们就截是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站跟维基百科了哈。那我们现在呢是用连上维基，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龙，是在龙的那个16进位的表示是多少哈，看到了吗哈？那我们现在就去这个表有没有，我们去搜寻它哈，就是9F8D。有没有看到？应该看到画面上看到 9F8D， 这个实际上应该可以直接在网页上寻找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可以找到 9F8D 哈，那前面去找到，我们就按一下那个寻找哈，就是寻找哈，在页面中寻找，你要这样子一直拉也可以了哈。拉，因为我刚刚是用一直拉了，可是我上课的话呢，就是有教同学哈。这个先找一下4100哈，4100会连接到1哈，一啊，丁啊，科啊，七啊哈。好，那我们给他那个要不要全部贴过来哈，我们就贴一列就好哈。然后呢回到我们的部落格来做编辑把它那个贴上去。好，贴上去呢我们在就在那个上字成果的上方上方的最上面我们就这样子，如果说我们贴上去是什么样子，贴上去是这个画面上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是在 HTML 模式所以它就没有把格式抠过来 copy 过来所以呢我们把它转回撰写模式然后再贴一次就标示贴的地方呢我们已经认得了就是我们刚刚打贴上来就是这个样子好了，当然我们这只是还是在做试验那最后呢我们希望说反正你不需要全部抠不需要全部贴上来你贴一部分就可以表示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好，我们继续搜寻接下来就是去找那个龙好了龙那个我们再重新就读取一下，反正就是用这个网页就是我应该要把它那个直接去找龙就够了所以我们再搜寻打上那个刚刚是4100嘛我们打等一下还是先给他扣就扣4100然后呢等一下再扣
另外一列是 9F8D 哈、哦。好，那因为这个、看这个字嘛，所以你上面你们大家就是已经看到了嘛，我习惯了、就是像那个斜线 TD 好、哦、就是一个、格子的结束、哦、就是一个储存格，一个 G 就是一笔，这叫怎么讲，就是一个格子的结束啊，然后呢 TD 就是一个新的格子的开始哈。好，我们这边就抠这一列就好了哈，就是然后呢当这个 TR 的话就是一列，可是在一列之前呢你一定还是要有那个 table 哈。好，我们刚刚已经抠了，那我们接下来抠就是抠那个 9F8D 好 9F8D 好啊，这应该你们班的吧？去问问看。啊，这有，不知道，你问问看你们班的哈。但应该不哈，九 F 八 D 哈，我们靠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把最后的部分全部贴上来哈。当然，我刚给同学乙班同学哈考试的话，只要求那个一不要贴了啦哈，贴最后的那个。龙开始啊 ,9F8D 啊，反正你就贴上来就是一目的就是要表现你的知识啊。那当然最前面的地方就是画面上看到的啊，要有 table 啊，那个就是 table 啊，然后呢 border,B-O-R-D-E 啊 ,border 等于1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重新读取啊，刚刚那个表有没有，哎就有读进来了啊，我们读进来就是有从4100有哈，然后就是 9F00 开始哈，就是贴哈。好，我们把它哈存起来哈。接下来呢，我们哈就是给它改到撰写模式哈，撰写模式。那我们希望说把那个龙哈特别给它弄得特别清楚一点。我们这当然我这边抠的有点失败了哈，那就算了。所以我等一下也要花一点时间哦。去修改它了啊，所以我上课讲当然会订正这些错误了哈。至于说是哪边啊错误失败哈，我后面会那个稍微讲一下了哈。那我这边刚刚有错哈，像这个习惯上哈，那个 table 就是打哈。就是那个括号，然后 table， 然后呢空一个 b o r d e 啊哈，等于一哈，然后括号啊，像这最下面这边哈，刚刚那个处理哈也是有点问题哈，我们一样就是把它删掉哈。好，现在就是回到那个这边哈，回到 Excel 哈，回到 Excel， 刚刚这几个字哈，我们给它复制，那这个字这几个字怎么念哈？就去看注音就是用 Word 哈，打开 Word 哈，我们 Word 的字型选注音啊，不过好像几乎至少啦，我在这边教书教到现在，好像同学都没有用过哈，没有用过 Word 的注音哈，所以我们就顺便了解一下哈。然后在这边的话呢，就是把刚刚那几个字哈贴上啊，选择性贴上。然后呢我们把它反白哈，在 Word 常用这边哈，字型这边有个注音，有没有看到这注音，那我们可以选择哈，就譬如说我习惯就位移要至少要三点哈，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楚哈，比较清楚，上面就是这些注音了哈。当然这个画面呢也是要复制哈，复制哈，要证明说你有这个常知识哈，说可以在 Word 哈 ，Word 加上注音，好像第一个字是龙，第二个字是旁，第二三个字是弓哈，龙就是龙后面加上这个东西念弓哈。这个画面等一下跟刚刚的Excel 哈叠在一起哈，我们要哈给它做截图哈，截图给老师看。确认说哎，你这些步骤都有在做哈，那证明说你有这方面的这个叫做素养哈，素养素是那个朴素的素哈，养哈，这意思就是说素养，英文怎么讲，素养就是你的算是人啊特质，人格的特质啊，你的特质就是说哎，我会使用啊 Excel， 我会使用 Word， 而且呢我有哈这些知识。好，这截图我们来给截哈，长方形，然后啊就是取就是第一个哈，就是
这个就是画面上字码字源哈，然后呢再截到这个 Word 哈，加注音啊，当然最好就是把那个功能表有没有也一起显示出来哈，让大家看得到哈。Word 上面有注音这一个选项哈，好，我们再截一次，啊，就是画面有没有？画面那个右上角哈，右上角的注音哈要截到哈，好。截好之后呢，就给它另存新档，然后我们到 Google 部落格哈，把它读入哈，就是呈现你的知识哈，啊，当然眼前就是我要评分了哈。好，那个接下来就是刚刚已经贴上了之后哈，就可以把它啊，这边我们顺便就是做一下处理哈，就是做一下处理就是。刚刚那个没有抠好的地方哈，我们要去重新抠，好，那个等一下再处理好了。我们现在先处理刚刚 copy 的东西哈，把它贴上来，啊，贴上来哈，好了。好，那个这个字有点废话了。